好，这一次台北市政府参与国庆花车的游行，我们是以台北市市大运吉祥物，也就是在最近转型成台北市吉祥物的熊赞为整个花车的造型的主题。那因为台北其实是一个很适合旅游的城市，所以以熊赞为造型主题之外呢，我们上面就是有一些台北市的旅游的元素。在当天呢，熊赞的人偶也会在花车上跟参与游行的民众进行互动。此外，我们还会安排家福的小朋友在车上跟车侧来做一些表演。我们这次的主题是叫让世界看见台湾，所以我们把很多台北101的一些世界知名的元素，比如说我们的公共艺术那个 Love， 然后我们的风阻尼器，世界最大的这个风阻尼器的宝宝，我们的登高赛，他们有穿的那个登高赛的这个衣服，还有我们的烟火，有很多的意象都是希望让世界看见台湾。我们大概有花3个月以上制作，然后我们也请了一个艺术家的老师特别让我们做的，然后晚上还有灯光的表现，所以之后的展演其实晚上看也很漂亮。